线有点犹豫。赵继伟出分，外线刘志轩第一机会没投，给篮下，好球。来说啊，差别不是特别大，可能东北菜更豪放一些。嗯，但是这个住包括背井离乡啊，就到客场打比赛这感觉上还是不一样。刘志轩外线也是接球就投，哎，刘志轩现在这个三分球啊还真是很稳定。最近中城好像这个进攻的欲望不强，好球，纪伟再交篮下，漂亮。赵继伟基地给巴斯，中距离，好球。这个距离是巴斯擅长的投篮距离。辽宁队再次抢到前场篮板，哎，这次投篮的刘志轩是有足够的准备时间了。嗯、内线来讲，现在要就是提高一点警惕了，因为毕竟是这个巴斯。赵继伟把球交给低位，韩德君。就是在面对好球、面对莫泰的时候，应该有所回应。看一下辽宁队这边，刘志轩出分给巴斯，好球！最后一秒，韩德君的出手，就这之后是盖掉了三分球的灌篮。哈德森调整一步，这应该有了吧？三分命中。好的，这边是赵继伟。快攻上篮得分，辽宁队啊是确实需要通过防守来起反击。看一下劳森外线的出手没有？哎，劳森这球为什么那么着急攻呢？劳森外线出手，看篮板球，这球赵继伟速度非常快，好球！赵继伟，好的。赵继伟前面三节比赛里好像还都没有，有点犹豫。赵继伟出分，外线刘志轩第一机会没投，给篮下，好球。这一波突分啊，不能说山东防的不好，山东的整个伸缩性、防守伸缩性很好。对，都看一下赵继伟基地给韩德君，漂亮。韩德君得分上30了。哦，啊，想挂一个大韩的掩护，然后刘志轩。